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也不是 U 盘。今天的共研府的烟花大作战才上线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！最快一局竟然只要19秒，这究竟是哪个回事？原来该模式的规则，只要炸破鸟笼就能赢，而且是满地的炸药，任由你炸，并且一进游戏都能升到满级。太妃的三级被动又刚好是免疫一切爆炸，这下可苦了喵咪了。所以基本上都是四太妃，完全不给猫咪留一条活路。这个模式下，任何猫咪都成了炮灰，除了牛仔汤姆能抵抗一下，基本上都是瞬间被炸成灰的节奏。相信耍猫的玩家内心只有一个字：毫无游戏体验。耍老鼠的玩家呢，就是一个字：爽歪歪。那么共研服的小伙伴赶紧去感受一下核爆的乐趣噻！我敢肯定，过不了好久，官方就会修改掉这个漏洞了，到时候你想玩都玩不到了。就让我准备发布视频的时候，发现官方已经把老鼠等级改成5级了，这可以说是最快修复 bug 的一次。哎，那么只能从这视频里回忆曾经那四太妃的恐怖了。